后家经过五一时间创作，用于设计了王立秀超主题宴，用于设计重视轻薄路线，透过传统来后生人的新想法，为传统工艺元素还有地方产业特色，设计出众多有文化创新的作品。你也太厉害了！学人无限地布置非常，而呈现人的设计的成果，竟然太假的作品，色彩过大呢。用传统中文梁作为座灯，韩国为高速向东兴三期发展消费设计的三期立灯，无论是工艺创新，也算 CIS 企业是品类同作品的评价都赞蛮高。我感觉到更加学生的设计一类一精彩，嘛一类一成熟。应该讲，伊呢做出来的东西，唔好讲像前几间，有滴会生意呢做出来的东西，佮像安尼蛮模范生样个。但是人家做出来的东西，全部完成新规格。用七个模糊地带，然后让它做出三个角度的控制。好人用彩铁嘅纹理做出纹理素草纸，佮用阿提客家文化馆设计嘅商品房，器材是得讲完全系彩铁嘅。还有好人为众生公司设计 DM， 佮用轻薄嘅方式，安尼长方路线为韩国奇妙。他可以找寻里面所有的这些谜题的东西，那找到之后，其实我们就有附上这种贴纸，可以把它贴上去。你要不要做出来的东西呢？你比如讲，创上是嘅过好嘅机会过太。刘浩明表示，创上也算业者家私上嘅用，好人设计出来嘅作品，如果付使用版权费用本好省嘅，判留对设计人嘅目的，如果上嘅好省嘅，设计出有客家特色又有市场竞争力嘅产品。客家新闻潘成峰，屏东报道。